真的太帅了。去沙发上睡一会儿吧，我看你那张隔夜脸很不舒服。听说为了这个案子你去相亲了，以后行运的所有花全部直接送到我办公室来。行运。喂，夏总，冰镇酸梅汤和咖啡你要哪个？行运贴身吉祥物可大家公认的，这次策划案我也会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嘴上不长毛的混蛋黑心企业家，您真是英姿飒爽，文武双全。夏总早啊。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吉祥物。这就是谈恋爱吗？他好烦啊。我男朋友也是啊，天天要给我送早餐。这个关乎行运和蠢男的爱情能不能天长地久。您这什么意思啊？随遇而安大概就是我和玉本名的意思。小俊俊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把它送去干洗吧，让你那300名女仆帮你洗吧。喂，你不会有喜欢的女孩了吧？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说？我之前怎么没发现我会这么喜欢？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就不应该憋在心里，自己东西一切高高在上，看着别人傻乎乎的横冲直撞，就那么好玩吗？向我道歉。你可是我可遇不可求的小幸运。不想再等了，给我一个光明正大待在你身边的身份吧。我好像有点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。万一哪一天我们俩分手了，你还想跟我分手？